超曳，曳係一個好好嘅狀態，我好多謝超級嘅writer覺得我好曳。我哋用一個好chill、好輕鬆嘅氣氛咧，想去表達一個好反叛嘅小心思，即係中意著高踭鞋啦。其實我好翻嘅啦，半年之前咧，我就報咗個音樂節喎，咁我去咗 Fuji Rock 咁咧，我報完之後咧，這個主辦單位就邀請我嚟呢度唱歌，跟住我就心諗，我4日3夜去咗呢個野外，成身掹掹擔嚟咗4日3夜之後，我好開心可以喺呢個舞台上面同大家唱歌，因為我可以將睇完音樂節嘅 energy 帶咗嚟呢度。曳咧唔係一個壞嘅狀態，係一個非常之可以幫你。 脱出自己嘅 comfort zone 嘅一個狀態，總之就係好似 chill club 一樣，我哋所有歌手、所有中意唔同嘢嘅人、中意唔同髮型嘅人都可以做自己，愛自己就可以 more 美。仍然可以愛，無畏懼，截斷一切毫無資格的壞人們，值得放棄。那些人愛我幾許？ 大家 subscribe、 comment 同埋 like View1HK 嘅 YouTube 頻道，再 follow 埋我哋嘅 IG 同 Facebook 咧。